很多情感面的东西，它不会因为时间的改变而被淡化，它是难以磨灭，而且是可以潜藏在你心里的。那我看到355，就是再次跟355邂逅，那个感觉就好像看到初恋情人。第一次跟 Ferrari 接触，其实也是我入行的目的之一，因为法拉利在我心里是一个梦想。那你买不起法拉利，最好的方式就是成为试车编辑。那果然，我第一次试驾355的时候，那是入行不久。那跟车主商借的355，刚好我们在赛车场上做试车活动。那时候第一次开355，觉得很梦幻，觉得怎么会有这么，应该说不可思议的速度机器。因为在当时，它除了它的性能表现很好，它在声浪，它在甚至在界面上跟操控上，它都可以给我一种很深层的激情体验。那种激情体验就是，在当时我已经可以由身体去感觉它在速度跟惯性上的变化。所以你开到355，你在转动引擎的那一刹那，其实你的心就被融化了。因为它在设计上呢，可以说是许多的突破。虽然它沿用的是348的底盘，但是它等于是把348优化了。尤其它的引擎是 Ferrari 首度每公升马力比突破100匹，而且可以拉超过8000转。当你发动引擎拉转的那一瞬间，你会觉得哇，它居然是这么畅快，它的声浪可以这么美妙。尤其我那时候试的是手排车款，你在踩离合器片，在翻动换挡拨片的那一刹那，你可以享受那一种毫无忌惮，而且你可以尽情的释放体内那一种想要使坏的因子，让那种声音混合的速度，然后你会从这个过程中陶醉，然后任凭那个音效划破天际，好像要把空气撕裂一般，再回传到你身体，你的感官是被满足的，你会觉得你有一种畅快，有一种奔放的快感。Ferrari 对我来讲，它就像一个宗教一样，它已经不只是一个跑车品牌。我相信每个喜欢车的男人或是男孩，你小时候一定就听过法拉利，因为它已经有一个顶尖的既定印象。那再加上它的耀马，它那个 logo， 你会觉得深植你的心里。你光看到那一匹马，你就知道这是一台很厉害的跑车。而且 Ferrari 它虽然是1947年建厂，但是 Scuderia Ferrari 也就是法拉利车队，它1929年就成立了。它是历史上参与 F1 赛事最悠久的厂队。他到现在为止呢，他总共拿下了16次车厂的年度冠军，15次车手的年度冠军，而且累积到现在已经有230次的分站冠军。这样子辉煌的记录，我觉得很难被其他品牌所取代。而且法拉利他会把它运用在赛道上的科技，再把它回归到量产车上，所以每一代的法拉利车型，它都会有一些技术上的突破。我觉得激情，这就是法拉利它可以带给喜欢车的朋友一种特别的感觉。355在我心里曾经是我最爱的法拉利，那而且盘踞了一段很长的时间，直到之后我试驾了430的 Scuderia 跟458的 Speciale， 也就是新的道路版厂车。我承认我有点变心，可是对355的那一种悸动，它还是深埋在我心里，不会被抹去。因为355的确它是延续348，等于是把348优化，但是它的车体结构呢，仍然是采用钢管的设计，所以你坐在里面，你会发现它的界面其实不是很标准，它的脚有点像是 Testarossa 那个时期，有点歪歪的。那直到法拉利是直到360的时候才采用铝合金车体，你的驾驶界面的感觉才比较标准。可是355在设计上呢，仍然有许多的突破。除了我刚才提到它采用高转速引擎，就是 Ferrari 首度采用高转速引擎，而且它的马力已经可以达到380匹，峰值可以在8250转达成，而且它扭力也有37公斤米。那它在97年的时候，我刚才有提到，它首先开发了序列式的6速自手排，但其实在手排上，
他也有所突破，因为他的狗腿式排挡杆也是率先采用六速的设定，因为过去在三四八时期呢，它是五速的配置，所以三五现在的这个车重，它刚好1350公斤，你换过现在来看，是等于是道路版厂车轻量化的成果，所以在当时它0到100加速仍然可以在4.7秒达成，而且它在驾驭的时候，它可以借由机械式的设定，让你达到人车一体的境界，没有电子的辅助，所以你没有被隔一层那种隔靴搔痒的感觉，你可以很直觉的、很本能的用身体去感受它的惯性变化，包括它的震动，包括它换挡时候声浪的起伏，还有包括它在剧烈过弯的时候那种车尾略微滑移，而且借由 LSD 它滑差调节的那一种感觉，你可以知道你在这一台车上，你享受到驾驭的激情跟乐趣。拥有一辆法拉利，我相信是许多男人心里的梦想。那对我来讲，当然也是一个梦想。那只不过必须要逐梦踏实。那以现阶段来讲，我可能还不能够，也还无法拥有，但是我只能寄望于未来。那可能很多人会疑问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拥有 Ferrari？ 因为 Ferrari 除了我提到的，它可以带给驾驶者一种驾驭激情以外，那当然它很醒目，它很绚丽，那还有就是它很保值。你可以在全世界一些古董车的拍卖会场上发现那些古董的法拉利，它屡屡创下天价。那即使以我们这一次试驾的35 Spider 来讲，它的年份大概20多年，但是它现在的身价其实已经突破了500万。那尤其首排版本它的价格又更好，那 Spyber 甚至已经接近了600万元。其实每一代的法拉利它都一直在要进，它不止速度更快、性能更好，而且更好操控。但是法拉利厉害的地方是，它可以把这些安全科技，然后就是从 F1 赛道累积下来的，运用在试售车上，让你可以开得更安心，飙得更踏实，但同时那个激情不会被淡灭。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特别，而且相当让人家迷恋的一个部分。因为许多的车，包括 GT 跑车，它越来越好开以后，某方面你会觉得它已经少了那些个性，但是 Ferrari 的车款除了这些以外，你只要把它的循迹系统给解除，它一样可以展现出就是让你回到像35一样那一种机械式的人车互动。我觉得这就是我最爱 Ferrari 的地方。